1007，星期三，晴天每日对于大家好，这下是剑心，今天为大家使用《龙战士三》的 PC 版游戏。剑心刚才上网发现影片被删除，没想到删除那么的严重，就决定再找解决的方法，结果被我找方法，原因是因为这款游戏算是比较老，所以对这个 OBS 可能就是太新，就对，然后造成画面会闪烁是正常。就把它弄成视窗化的版，测试一下影片终于成功了，对大家造成就是游戏观赏的困扰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好，那我就把声音调小一点，然后再次出发找哥哥，去孤狼十三。因为到处都是迷宫，所以都要修炼自己的等级，不然怎么叫 RPG 呢？原来是爆，是老爆，爆是厉害，表示技能。真是一个苦战，那招非常让困难，必要的时候是那个肉干吧。下面是道具，继续走，找哥哥，
爆棚。看能不能吃到东西。哇，不敢冒这险，先打他们再说。是法宝吗？好，法宝要怎么按？看到一个思路了，啊，走错了。先解决这个智慧石人，我用一招攻击，教大家睡觉，该睡。自创 RPG 还有这个阴妖师这道具吧，
这款龙战士游戏是水印规模制的游戏。先打完再说。爬上去就对，这个还蛮好，就放心。出可恶！我不要跳准，对，遇到坏人，走，对我来说是开始。要跳准，哇，手残。
年的时候推荐你。好笑。是要保证一切对吗？对呀。那你干嘛跳啊？可恶！踢你一脚。在这个伤感人失神，有可能要自己去好好冥想，好好学习这个东西。哎，哥哥，小哥哥路这么难走啊！可恶啊！混蛋！暂时还没有人很想玩。进攻门！一杀！一波血的风暴了，太棒了！哦耶！这摆明就是故意让我升级，对吧？断电，咬你有吗？关机啦！看来不要冒这个险。这种遭遇也是没有用的，哈哈。要看准，对，滑下去才行。终止。这看起来是钓鱼的鹅吗？好，差点忘记，终战是三跟四，最大的就是钓鱼。起码有。好，钓鱼可以看到好装备，钓鱼。哈哈，至少是。先插这个道具，皮盾呢？终于得到新的装备，胶爪。我的装备有种装，是防御力，一种龙爪。胶爪是一开始。烧烤的那个工程师，得到
可能蛮喜欢。为什么没事不停按到香港卡少林金刚脚呢？还是手法比较顺？还好我就伤害你，伤害你。等我交给你的老虎，我要吃小草，不吃小。有人在家吗？一群没有地方哎，房子。有乌鸦，点点点，啊啊啊！听声音就变暗，今天就够了，该休息。这个说不定在这休息哦。这个地步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那我说叫哪个事然后上不上就搞定，所以就追了过来，担心各位一个人危险。那搞不好地步老哥要我一个人来这里，我想就是担心你们是吗？什么？那时候他们说是人质吗？听见了吗？西里村长官就在这路上面，爸爸的哥打算让我一个人收拾好，为何要让哥哥一个人做这么危险的事？怪物身强吗？家务来抢，我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是你。如果你们在的话，你不可能使用那一个。没想到，算了，今晚就先休息。那个是，在夜间行动尤其危险，得睡觉。吵死的人就是怪物，是那家伙接近。哎呀呀，你爸爸你长大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在上面，有 boss 哦，这么快就出来了。两步，巧，防御力提升。いただき。
いただき。レガ。いただき。先把地波提升好。レガ。カテプト。好，接上去，接下来。好，搞了半天，今年之灵。哎，我自己弄一个床上休息。不方便。我是祈求旅途平安的道主神，要记录目前为止有什么？要。非常的怪物行踪，老哥在跑。打算打出一战。那是什么另外一条的上帝，这不是走过了吗？到底是哪一条？上面吗？中毒就好像特人被护防。最方便就是可以在床上睡觉，管你多大气。本是修炼，也是在这个东西里面。但就像你一开始，太帅了。
时候的习，造成袭击者。いただき。那我去吃饭。点也不高。还好只有一只，先不要按照袭击去走。哎，那一只，去见面，看起来是肌肉。敢打老子！别打！还绑轻了一句，什么都没有吗？完结。不要这么烂的道具，要蛋。哦，继续找找人袭击者。没想到变得这么烂，让我吃浪费吃魔法。僵尸哎！いただき。可恶！这笨僵尸自己打自己人。いただき。来帮他进一步深入。现在目前说，是由跟雷东北第一波中力量增强。现在开始顺手，真的太久没玩，大概从2001年开始，大学毕业之，大学开始就没在玩，从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就也没在玩。被十只攻击加强，来装宝。现在就是先按照没有走
是怎么没有奇迹的？奇迹的路。反正这里也没什么。半夜时光真的蛮辛苦，不容易。奇迹中断，他跑去哪里？难不成是另外一条那个瀑布？那个晓得了。那家伙一定是跳进水里去，大概不要这么对才好弄。不对，是跳下水里这样。这时候我就在回到刚才那条，没错，就是才应该是那。看成是狐跑，其实是狗。对，管它是狗是豹，血雷中毒。敢让我老哥中毒，你不想我了？你说就是这样，知道了哥哥，这一跳下去，你一定会不到像刚才那个地方。啊，把我当成白老鼠啊！算了，那就用刀要看看吗？是，跳一跳，释放你。果然下面有个东西，果然是吗？怎样？大家都临时，可是我刚刚一直这样就下去看什么办？对啊，啊，算了，动不了，我跑去做梦。S 大战，世界的起点。听到怪物声音，是那条。这下又叫什么什么毛病喽？这是可以轻松打野的这个两仪哈。
いただき。死了，是我要挡住门，想要保护王路口，带领着七绝。好多东西，不野孩子第十，死了也还站着，那你也一定不知道，那孩子已经死。但不用我脚真傻哥，孩子明明已经死，不爱亲的爱，真没想到死在死，我也能怪我这个悲伤的地方，抱歉，打扰了。大家去深留一下，交给书记管理。那就下去吗？不是，转一圈，跳。入，又变成入场机。难道知道他有小孩就不能杀他吗？哇，那个老头真惨啊！接着，春天来临了。森林、山林，许多动物的春天终于来了。
拜拜。